峰回上，就是坐那个回锅以后，他今天刚刚才结训，所以让同学在这边等了一段时间，实在很不好意思。那今天是我们的成果发表，那以前的成果发表，我们上一次是到老人之家，那这一次有同学跟我反映，他说我们的成果发表啊，希望集中一点，然后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那上一次的成果发表是表演给老人看，那这一次是表演给老师看，跟同学自己看。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成果发表我觉得也蛮好的，以前我都是到各个班去拍电影或者是拍照片，那花了不少时间哦。那今天我们社区大学的同仁跟我讲说，我们如果集中起来可以把影片拍得更好，照片拍得更漂亮。我不知道同学哦有没有在我们的网络上看到我们社区大学的影片跟照片哦。那我办社区大学哦，除了希望说我把我们的棚屋的社区哦活络起来，等于是结合我们的社区人才，然后来服务我们的社区哦。那我也希望我们的活动。